你心中有什么鬼是不是？你不能这样。徐恩宁还真不会说谎呢。他跟邱泽会不会拍完戏之后，真的好有猫腻啊！徐生哥要铁口直断了。下一次新节目《席地想料》最新一集播出，港女邱泽新婚的徐伟宁是说录影当时两人还没认爱，徐恩宁快招架不住，小S的犀利。所以拍那部戏你们觉得很过瘾，而且是不是很爽？你让他票房那么高。你失确定你好混这个，你这样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你心中有什么鬼是不是？你不能这样讲。因为你上次看完电影之后，你就直接跟我讲说，天哪，可以跟他对戏也太爽了吧？我说你可以跟邱泽舌吻也太爽了吧？我们没有舌吻啊。啊，你们是舌头没进去哦。 拍戏这个没有在舌，有些是可以舌吻的耶。只要你们双方同意的话，因为对方也是一个很专业耶，所以我们其实不是，所以我们都会很知道说底线就是到哪里。我们可能会讨论说，哦，手会放在哪里，我们基本走位会在哪里，但都会有一个很本质上默契是不会做到这一个阶段。下次在中心二选一时，也不放过口味徐伟宁的机会。在路上必须捡一个东西，你会捡。 一，喝醉的前男友；二，喝醉的前夫。喝醉前男友？Why？因为二选一啊，我只能选一个啊。那你说的喝醉的前男友是我知道的那个吗？我没有设定谁名字在里面。设计软今天哦，那我可能会剪他，因为以后会碰他就碰他。因为男生跟你说他刚分手，已恢复单身了，就在你的面前，你会 A 立刻抱住他，还是？ B 先脱他的裤子，立刻抱住他啊！立刻抱住他，然后接下来再脱。这有什么好笑？我两个都笑。对嘛，这样才是明确的答案。就是我先抱，对啊，先抱住他，然后就刚好一只手抱住，一只手脱。那如果刚好有一只手在接我的裤子，我应该抱住他手，我应该那天应该不会穿内衣。 你讲的，感谢我的女主角徐伟宁。